不许碰，你不许再碰我的积木了。哼！猫小美，书本不可以撕哦。乖乖，不哭，撕书是不对的嘛。哎，猫小美这个到底像谁呢？老婆，这么晚了，快洗澡睡吧。再等一下嘛，正是关键的时候。哎呀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！我现在知道猫小美像谁了。我们来一起看你最喜欢的动画片，开头曲，跳过。不哭不哭。对于猫小美来说，开头曲是动画片的一部分，不能跳过。